2033年4月8日，夜里1点10分，这里是隶属于 X 基因科技的第七生化研究所。根据物流记录显示，这里是引发 Z 型传染病的药剂样品发货地。现在，这里是一片狼藉，人员应该已经全部撤离了。但愿我能找到一些线索。
2033年4月8日，夜里1:10，这里是隶属于 X 基因科技的第七生化研究所。根据物流记录显示，这里是引发 Z 型传染病的药剂样品发货地。现在，这里是一片狼藉，人员应该已经全部撤离了。但愿我能找到一些线索。什么声音？前面好黑，希望不要遇到可怕的东西。紧急通知，全体人员请注意，未知病毒传染性较强。天哪！为减少扩散，这是什么鬼地方？不要惊慌，所有人员有具体指示。他们没救了，只有砸烂脑袋才能真正的杀掉他们。兄弟们，现在一定要照着脑袋打，一个也不要放过。这是什么东西？人会变成这样吗？紧急通知，全体人员请注意，未知病毒传染性较强，会影响扩散，请做好防护，不要惊慌。所有人员有序前往撤离点，等待撤离。被锁了。不管怎么样，我一定要小心。紧急通知，全体人员请注意，未知病毒传染性较强，为减少扩散，这里到处都是变异的人，请做好防护，千万不要被他们传染。所有人员有序前往撤离点，等待撤离。
紧急通知，全体人员请注意，未知病毒传染性较大，会减少扩散，请做好防护，不要惊慌，所有人员有序前往撤离点，等待撤离。紧急通知，全体人员请注意，未知病毒传染性较强，为减少扩散，请做好防护，不要惊慌，所有人员有序前往撤离点，等待撤离。紧急通知，全体人员请注意，未知病毒传染性较强，为减少扩散，请做好防护，不要惊慌，所有人员有序前往撤离点，等待撤离。门被锁了，看来得先找到门卡才行。紧急通知，全体人员请注意，未知病毒传染性较强，为减少扩散，请做好防护，不要惊慌，所有人员有序前往撤离点，等待撤离。
紧急通知，全体人员请注意，未知病毒传染性较强，为减少扩散，请做好防护，不要惊慌。紧急通知，全体人员请注意，未知病毒传染性较强，为减少扩散，请做好防护，不要惊慌，所有人员有序前往撤离点，门被锁了，等待撤离。太棒了！紧急通知，全体人员请注意，未知病毒传染性较强，为减少扩散，请做好防护。有序前往撤离点，等待撤离。门被锁了。看来得先找到门卡才行。